习大大访美这段时间，我们要全程追踪，要写出有浑球特色的报道。今天是访美第一天，报道要凸显出美方热烈的欢迎态度来。好了，就按照这个意思布置下去吧。哎，好，进来。胡编，出事儿了。啊，怎么了？刚刚得到的消息，拒绝服从我党三自爱国教会管理的非法地下教会的全球反动总头目也去美国了。谁去美国了？教皇也去美国了。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又不是来中国。不是我大惊小怪，是美国人大惊小怪。不就来个教皇吗？好家伙，这美国正副总统、国会领袖是倾巢出动去接机啊！啊，有这种事儿？他们不去接我们，却跑去接教皇？是啊，美国人是一大半都信教，这教皇一来，美国人是空巷而出啊，人山人海的看呐。你说他们就不怕这教皇对众教徒下个什么命令，把美国政府给颠覆了？是啊，我说这美国人呐，就是缺心眼儿，一点政治敏感度都没有。好了好了，别说教皇的事了。哎，我问你，习大大访美有什么消息吗？哦，对对，我正要说这事儿呢。这习大大访美是谁给安排的行程啊？跟教皇撞一块儿，这不成心捣乱吗？这不？嗯，你什么意思？教皇一来，美国人都去欢迎教皇了，把我们给晾一边了。你是说啊，我们的访团一路上就没个欢迎的人？只有我们自己组织的欢迎队，自发的太少了。太少了？那就是说还是有自发的？有啊，有二十几个访民跟着访团车队喊冤，一路围追堵截的，有一回啊，还真把车队给拦下来了。这些刁民居然堵到美国去上访。是啊，胡编，总之这回的报道不好写呀。有什么不好写的？我们环球时报的职能就是胡编，只要想编就一定能编出来。是是。这样，你查一查美国媒体这两天有什么相关报道，只要有相关的，我们就按照老套子断章取义的拿过来两句，就一定能编出来。好，我现在就查。太不像话了。嗯，怎么了？这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都在报道教皇，没人报我们了。什么？哎，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买了美国300架飞机，居然连个头条都不给我们上。啊，你再往后翻翻，看看后面有没有中国的消息。哎，有了有了。嗯，格力空调。啊，凯迪生态。啊，保利地产，还有茅台。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哟，我看的是纽约时报的广告版。哦，可能是中国的这些大企业家为了欢迎习大大去美国纽约做广告。这逻辑也不通啊。习大大刚在纽约参加完联合国70周年峰会，这是个要点，要重点报道一下。啊，花了这么多钱呀，啊，不但免除了一些小国的债务，还给南南合作援助20亿美元。对，这是首期，以后还有。忒败家了吧。切，你懂什么？这叫扬我国威。钱算什么？我们弃之如粪土。呵，20亿对我们来说毛毛雨啦。不过这种新闻写出来肯定要挨骂的。我知道，我们在外面一花钱就有人说三道四的，还动不动把纳税人搬出来吓唬谁啊。我们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
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是我党说了算。您这种不论枪林弹雨，始终坚守在人民对立面的大无畏精神，太可敬了。好了好了，你回去准备报道吧。记住，中心思想是中国如果舍不得对外援助，就没法在国际上混。是。进来。哟，胡斌，刚接到一份通知，是人民日报编委会给您的处分。什么？搞错了吧？说我公款旅游，这公款旅游的事儿谁没干过？是啊，这么点小事儿就给处分，这是卸磨杀驴的节奏啊！啊，这么快就卸磨杀驴了？我看，八成是上午发的那篇稿子惹的祸。你是说，那篇《中国如果舍不得对外援助，就没法在国际上混》？是啊。有人说您是泄露国家机密，有人说您这是高级黑，暗示我党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只能靠花钱消灾。这怎么办啊？您别急，这份通知一出来，肯定有很多人幸灾乐祸，所以当务之急是发社评堵住他们的嘴。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该怎么写啊？我按照混球体拟了几个题目，你来听听。首先是要允许工作人员适度腐败。不行不行不行，我2012年提允许适度腐败，好悬没被唾沫星给淹死。那您听听这个，内部处分轮不着敌对势力幸灾乐祸。这个好点，有没有正能量更强的？那这个您肯定会满意。胡总编受处分，彰显《环球报》自我监督完备。哎，事到如今就他了。这《环球时报》的总编不好当啊，本想拍好马屁，到头来凄凄惨惨切切，这滋味怎一个魂字了得。小王啊，乐啥呢？哦，划手机，没什么。你又看微信了吧？哎，给我看看什么好玩的。哎呀，其实也没啥新内容，都是一些没文化的三俗分子。周黛鱼、花公公，切！哎妈呀，这我新买的 iPhone 6被摔坏了。哎，我就不懂了呢，这总有人把我和周黛鱼往一块扯呢。我跟他吧，就一起开过会。就一起为了五毛的事业奋斗终生，除此以外也没啥交集啊。是啊，我也纳闷，您说现在这扔垃圾都分类，五行缺德的和五行缺脑的都不是，我是说您跟黛鱼有本质的区别，怎么能往一块扯呢？对呀，我跟他无论是从职业经历风格文笔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他可不能跟您比啊，就说这职业经历吧，他一个开黄网的多低俗啊，可您是养鸡的，搞的是实体经济啊。我跟他风格也不一样啊，他写那玩意儿都是小清新的路线，就能骗骗未成年少女，根本拿不上台面啊。还是您这种绿色的天然的淳朴的有机的透着鸡屎味的乡土风才更接地气。
我跟你说，总有人跟我把他往一块扯，其心可诛。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初把您跟他分一块开会的是习大的，这么说犯上、啊。对呀、啊，啊，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说。哎，华主席，好消息啊！您那本《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被安徽大学在官方微博上大力推荐呢。安徽大学？是啊，像安徽大学这样的百年学府、国家重点高校，都在学习您的大作。哎，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评论您的大作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嗯，知我者，安徽大学也呀、啊。哪儿啊？您这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啊。不光是安徽大学，您现在可是名人了。是吗？哎，那你说说，我的作品怎么样？这个呀，您的这本著作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长河中从躺、跪、蹲、站到飞的进化过程。嗯，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吧，我在动笔以前啊，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成史家之绝唱，离谱之奇书啊。千万不能走那个周代瑜那个什么"我待祖国如暖男"的什么鸡汤路线。您的定位太高大上了，特别是这书名，太深奥了。我一直想请教您，为啥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呢？这都不懂啊？那就是我们仰望星空往前走，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啊。仰望星空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掉海里了，那这不是穷途末路吗？